Hello 各位好，欢迎翻嚟 Pokemon 石木。咁今次咧就继续翻旅程啦。咁上次就讲到我去咗俾呢个嘅格莱斯咧，就中咗格莱斯嘅幻术，然后去咗一个海上面嗰个岛仔啦。咁咧我就走咗嘅，然后就嚟咗呢个洞啦。咁呢个洞咧就系之前我提过嘅一个特别精灵嘅地方啦，攞。系啦，咁你首先咧就唔知点样攞啦，攞啲嘢俾人啦，系咁攞嚟攞去。咁然后咧就会攞到呢个咩玉灵噶啦，最后呢、这个应该就系最后嘅任务嚟噶。好啦，嚟到呢个玉屋啊，好，等我一阵啊，我想较大声啲先。OK， 咁啊嚟到呢个冰嘅洞穴啦，咁呢度有一堆怪嘅。咁之后嗰个嘅之后会有挂事人嘅，挂事人就喺呢度。好似系啦，呢度啊，哎，我哋都系咧玉帮嘅成员啊，我哋老大玉之教父唐碟嘉欣啊，哇，玉之教父嘅逐流手指，一声令下我就会即刻行动噶啦，好，啊，我就系咧唐嘉欣啊，玉之教父啊，每当我嘅朋友遇到麻烦，我都会帮佢搞掂嘅，所以我先会喺度喺我嘅玉度，啊，你拎住嗰巨大，哦，系啊，巨大印翼啊，目测你有4.5米长咯，4-5米长啊，嗰个系。干恩狂炮嘅翅膀系咪？啊，嗰只狂炮嘅印翼啊，唔属于呢度嘅，佢属于另一个次元啊。我应该咧将佢送喺原来嘅地方系咪？好啊。喂、欸，你个叫声唔通系？啊，系佢？我、啊、快啲啊，冇时间解释啊，快啲做呢个准备啦。哇，嗰只嘢就嚟出现啦！咩嘢啊？啊？哦，死蘑菇啊！我就系要打呢只嘢啊！如果我打死咗会点啊？攞唔到啊嘛？佢会好快死噶？数据流，哇，好似好痛我打佢都，会唔会死呢？冇死啊！哦，冇咗马好多个精灵球啫，慢慢掉。希望佢好快搞掂啦、啊！哎呀，复原，死仔爆啊！数据，哎呀，又瞓觉。换一换先啊！咬急冻光线好似好啲啊，但系冇咩作用先。好啦，中多下点啊？掉啦，掉掉，哇，中啦好嘛？冲啊冲！哎呀，催眠紧要啊！哇，我懵。喂，搞错啊！咁点啊？哇，你打低咗佢，佢系来自咧病危世界嘅精灵死蘑菇啊！而佢试图咧令呢个病毒感染我嘅肉嘅时候，曾经交过手啊，同佢。佢第一感觉到啊，狂炮引翼啊，引翼啊，即系穿越次元，所以打算咧搭顺风车啊，翻去。咁就系点啊？我哋似乎冇咩吓，咁即系我而家系冇啦。唔系话要捉噶，我就系要攞喎，咁算我捞翻 save 啦，系啊，等我一阵啊，好翻到嚟啦，我真系谂唔到会咁白痴嘅宴会，系要捉唔系攞嘅系啦，咁紧要啦，多数都捉噶，都预计咗啦 ，OK， 精神光要撞佢会唔会痛咧？哇，好痛啊，撞佢都，咁我哋用放电算啦，我惊打死佢啊，哇，我哋冇回啦。好啦，我哋不如用超级弹，就咁啦，掉住精灵球先啦，我惊炸死佢嘅啲嘢，一超级弹一嘢炸都炸死佢，好似我自我复原咁啱啦，放炸弹，喷火好似好啲啊，喷火，其实我发现支喷火其实系废嘅，因为佢系一定要靠呢个血量高先会劲，系啦，完全打唔入啊！生个蛋先，再喷火，就算加咗血都唔扣得多咯。OK， 掉啦可以。其实系咪真系掉得？系咪真系捉到？睇佢摇唔摇先。嗱，摇唔到嘅，嗱睇多次啦。嗱，摇到嘅即系话捉到嘅，基本上。如果摇到一下嘅话，都系代表会捉到嘅。好，掉，掉，掉，好，掉啊！我捉到啦，好嘛？我唔想用呢个嘅大仙球捉啊呢只。好啊，点解啊？你不要咁做啊你。好啦，掉
掉啊！即系可以咁难捉嘅，系较高咗个捕捉率喎，睇嚟。即系通常每一只怪都有佢嘅捕捉率噶嘛。咁睇嚟佢系神兽级别嘅捕捉率啦，同埋应该系较难捉咗啦。OK， 333，唉，三下就捉到啦。如果再唔要啦，好啦，点咧？十粒，好，佢又回血啦。喷佢水，喷佢水。我睇你几时用晒啲技，佢系咁复原我哋嘢。一系用炸皮，一系用复原，一系有催眠。佢有四招技嘅，催眠、自我复原、噩梦同埋嘅炸皮一招。其实三招技都 OK 嘅，但系嗰招咩炸皮真系好唔夹唔埋咯，好烦啊！见到系咁打，同埋呢次我都唔知佢怕乜。佢系怕蘑菇，应该就系怕毒或者火啊，又唔怕喎。我哋用咩打咧？用黑色飞龙，预知力噶，完全唔同预知力噶，非常。非常都唔同，咬呢咬都唔同，咬佢冇技嘅，你应该就嚟，你冇技啦，俾我捉得唔得啊？哇，挣扎大镬，得翻最后一滴血，容易捉到，比普通精灵球更易捉住。海底遇弱小嘅精灵掉呢个试下先，佢唔要就输噶啦，呢镬就又要重新捉噶啦。哎，捉唔到啊！哦，你攞你咗去啊，吔屎啦，又要再嚟过啦。唉，等阵啊，各位，唉，算啦，一路录落去啦，唔剪啦呢度。啊，基本上好快嘅，唔需要特登停咗。好，唔通要我捉用大师球捉呢只嘢？放电冲锋先，一嚟就之后用放电，佢唔会死啊嘛。好啊，一嚟已经。得翻红血啦！哇，最一嘢搞掂添，终于得啦！好，两个呢只危险嘅蘑菇型精灵咧，嚟自病危病害世界，色蘑菇拥有咧无可阻挡嘅自然力量700磅啊！几乎冇人见过佢之后嘅人咧仲活着啦、啊！要唔要帮佢改个名咧？唔需要啦，哇，打低咗佢喎！好啦，然后咧，嗱，我就记得仲有几个特别精灵嘅，系好多个嘅。咁我记得有个系喺呢度嘅，系啦，睇睇先啊，先回个血先啦。好，我就记得喺呢度入面嘅，但唔知道入唔入得啊？啊，系啦，之前就唔入得嘅，嗱，而家都系唔入得噶。咁睇嚟要做嗰啲某啲劇情先得啊。咁我哋而家做住主线先啦。咁而家要去雾水镇，唔知点样啊？我哋搵啲人倾下偈先啦。喂咧，佢嘅 fans 使唔使听佢嘅故事唔听？啊，我祖父只眼咧睇唔到嘢，但系佢仲可以通过盲文阅读，系咪好犀利啊？即系嗰啲点字嗰啲啦。啊，系啊，我记得啦，要去呢个道馆度先啦。好啦，胜负嘅关键咧，唔系你用啲咩嘅精灵啊，而系你嘅斗志。好，与高真金嘅战斗开始啦。哦，女系喎，女系就比较麻烦啦，因为我都系女系。哇，佢招电磁爆，佢招电磁炮系咩事咁鬼劲嘅？咁即系话呢啲系怕格斗噶啦。好，格斗同埋火啊，招喷火而家先有用啊。椰蛋树，都系怕火啊，因为佢系草系啊嘛。咁我哋可以用炸弹啦呢度。哎呀，咁都唔死！咦，我哋呢度可以用啲屈机战术，又系咁大爆炸。好，呢隻嘢就系怕呢个格斗嘅，如果冇记错，佢系普通系嘅虫。如此力量，冲浪，哎呀，瞓觉，唔紧要，我哋慢慢打。佢唔系回血，啊，又回，梦话。铁帽，飞翔，哎呀打唔中，系完全唔够力打佢，唔知点解。睇嚟佢因为70呢嘅关系，我系得42呢，我睇你瞓得几耐。好，我哋唔好同佢嘥时间啦。我见到呢啲已经觉得好嬲，系咁重新，系咁食药啦，唔系系咁食，系咁瞓觉啦，啲嘢炸死你啦，好啦。要尝试使用呢个先决呢个保护技啊，可以躲避攻击嘅，但系连续使用咧就会失败。我哋唔用啦呢招。我嘅斗志俾人压低咗，系啦，你啲咁嘅食药斗志，
好。最惨就系我只嘅油鼠仲未猫油斩啊，仲未进化。如果唔系，就可以用呢个猫油斩嚟打呢关。啊，我知道生命嘅意义啊。咦，佢呢只又唔系嚟喎？呢只系怕电啦，应该。咦，唔系喎，唔怕电，唔紧要啊。嘟嘟，呢只系怕电啦。我每打完一个就翻嚟回血。系咪好醒呢？好啦，啊，全部都系玩过嚟嘅，全部都系镜花水月语料。首先用超人嚟打佢啦，系因为佢嗰个系咩变人，龙俾人打咧就会变嗰个嘅属性啊，钢铁超能力系咁帮你转呢个嘅转呢个属性啊。不过其实都几烦，干死啦佢变忍龙，兼鱼王啊，水地系啦，如果冇记错嘅话，希望冇记错啦。欧云眼，哎呀，呢个嘅鱼之未来啊，我都斩唔中佢，因为我系普通系啊嘛，如果大爆炸都斩唔死佢呢只。希望佢喷火打得赢。水晶风暴，唔知咩技啊！我屌，哦，喷火，喷 ，yes， 打嚟咗预料啊！以前先进化呢只油斩，我记得四廿零呢好似进化咯，定系又要用道具进化呢？好啦，十二生肖掌管我嘅人生啊！好。呢只嘢啊，四雷喎、哦，旋风炸弹，转翻做只雷系先，数据流，大镬烟都系怕雷嘅，超级弹啊，佢识炸弹喎呢只，点解会咁重嘅咧？眼斑斑，电呢？奇光线。精神干扰，完全唔痛。Yes， 中咗麻痹，即刻回咗佢，佢即刻回咗个麻痹。好，唔紧要啊，抵啦，即刻麻痹咗啦。好，超级打的对决，哇，几硬净喎 ，bang！ 喂，搞错咁都唔死，你好嘢啊，冲你咯，冲，搞掂，好。到最后一个啦，這個、呢一个道馆系参照冰系道馆嗰个嘅地方啊嘛，系啦。咁呢个系咩？魔镜啊！這个系巨大嘅长镜啊！或者当你打低所有嘅训练师之后咧，会有其他咩事发生啊？我未打爆系咩？呢度有件啊！啊！想要挑战二数嘅话咧，你要先打低我哋。然后仲有呢条友啊，呢只系地面超能力，用钢打啦，因为用雷就冇效嘅。呢只嘅就系超能力。喂，大王，用飞行打超能力或者，有啲湿滞啊呢度，俾佢咁样打落去。炸落去，虚死，过洞怪，哇系，冥想炸死你啦，冥想啊啦，我唔会俾你咁多冥想，哎，我精神力量咧大失败咗，咁样打完啦啩，今次唔会再有其他啊，好，好啦，去啦，啊呢一度咧就系二数嘅道馆啦，佢哋咧都系用呢个超自然力量嘅专家，所以打低佢咧就学呢个精神力量，好。这个巨大的长镜想要讲些什么打碎镜子你终于 打破镜子的时候但是冲着镜子挥拳的时候这拳就被人反弹回来打到自己的面上打了你几只牙得到你几只牙什么来的几只牙战斗时会令这个对手害怕我可以是这样擦
系喎，系咪可以系咁拆？我想知。好啦，但系冇用啊，系啦，讲无人啦。你讲咗二，咩事都冇发生啊？啊？系咁讲，哎，头先睇唔到咩意思喎？唔紧要，我哋去多一次先啦。叫大长啦，讲呢个咩？讲呢都冇嘢发生。你讲呢、這個，哇！突然有个右臂上带住勾字嘅巨高大黑人，然后将你杀咗。啊，咁奇怪嘅，咩事啊？我做啲咩事？做咗啲咩错事啊？冇人，冇人，冇人，冇人。唔通有排序嘅？定系有啲机关咧？冇理由有机关啊嘛！咁惊，唔通要踩某啲嘢啊？唔系啊嘛？好啦，我哋问下啲人先。点样啊？打碎啲镜子，我攞几证啊？讲无人就冇用啊！试多次，试多次否？试多次，试多次，试多次，试多次。但系呢个黑人打低咗我，即系点啊？我哋行下其他镇先，我哋问下睇下会唔会有其他。我系个精灵米嘅俱乐部之核心嘅成员之一嘅会长细佬啊！我哋呢度咧同精灵一齐度假就系咁啦。哎，你嘅精灵睇嚟都好中意你喎、啊，好劲嘅你啊！由于咧奖一个技能机器俾佢啦。T.M.27。如果精灵咧好中意你啊，报恩嘅威力咧就会增强；唔中意你嘅话咧，杀气嘅威力都会提升嘅，真会提升杀气啊！咁即系类似报仇诶，呢个亲密度越低就会越劲啦。我听讲咧，我听讲异兽咧仲呕痛我啊，或者俾呢个零食佢会好啲啊。我竹轮啊，睇嚟要俾嘢食佢啦。啊，窝里边而家将装住呢个婴儿嘅手啊，我都系空嘅。哎，我的名字叫做安南，我曾经打算在这个地区设立我的分公司。啊，这里似乎现在不是这个好的时机啊。这些我原本想要卖的商品，不过算了，你可以将它拎走。飞速轮滑鞋。可以转圈。怎么转圈啊？看看先。怎么用啊？没得用啊这里。看来是不用得的了。OK。那我现在拎了个竹轮应该 OK 的吧。好啦。唐人 CCCC 哦，唔得喎，杀咗我，俾个黑人杀咗我。OK， 咁我哋试下第二个啦。无人都系唔得，打碎镜子啊，得咗几只牙？点啊？点样噶、啊？呢度系好，我依然都唔知道要去边，因为我冇睇到攻略啊，系啦。我因为找不到攻略在哪里，是啦，咁啊翻到嚟呢个嘅水静试下水道，即系上次啊格莱斯中咗格莱斯呢个念力嘅地方，咁我哋鲤鱼龙咧就俾招潜水去啦，系啦，横掂佢都冇用嘅呢只嘅鲤鱼龙啊，可以用潜水，咁睇嚟会唔会系潜水呢？好啦，睇嚟呢度唔关事，哎，有只龙喺度，有只海怪喺度啊！但是隻海怪是没什么特别的，我觉得你可以走啦，但是我现在要去哪呢？就一步冲入手要去哪里啊？那水静市这里呢，我们就走过啦，是啦，去这里嘛，是啦，那正常就应该去中间那个城镇，我估计啊，我估计就应该是的。好，咁啊，而家冲过去先啦，好炸落去啦，干打唔痛佢喎，睇嚟佢系龙系嘅关系啊，巨剑下就用雷啦，呢只要用降技啦，或者用精神干扰，哦用药啊佢系，好，然后就。我记得呢，嗱，去呢个嘅中间个城镇呢，就要咁样上嚟呢度啦。咁如无意外就应该就係呢一格到㗎嘛。呢格唔係啦，呢格睇嚟应该係攞嘢嘅。係啦，咩攞个跑黑力。
我哋而家应该唔喺呢度啦，咁应该就要行过啲，行过啲去嗰个嘅潜水区域，再潜落去啊！嗱，呢个白色地方啦，咁应该就喺出面嗰块地噶嘛。好，我哋睇下边块地先。哇，已经冇晒喷雾，已经冇晒呢个蚊怕水啦。唔紧要啊。诶，呢度分完国际认证瑞色康板啊，废弃道馆啊，呢个道馆咧曾经用嚟训练道馆首领嘅，而咧佢喺40年前已经被人废弃啦。从嗰阵起咧，呢个大门咧就一直锁住，因为有只猴子恶魔喺里面啊，边个都唔想令佢走出嚟。呢度睇嚟系神兽地方啊，咁呢度就呢度走都呢度都行唔到，因为佢就话咩好攰，游完水之后。咁就唔俾行。咦？呢只系 X Y 嗰只嘅 ，X Y 嗰只嘅鱼啊，嘅勇士鱼啊，嗰两只系啦，勇士龙鱼。好，睇嚟我好快要买药啦。好啦，咁呢度我哋就行过就错，我自己行过呢条路就错嘅，即系喺呢度潜水啊。咁但係除咗呢塊路之外，就已经冇其他路好似。好，撞死你，龙龙岩撞，再撞，高音撞死你啦，高音啊，瞓着，搞掂。先买个喷雾先啊，我哋买多啲啦，60支啊，差唔多噶啦。好，咁但係今集时间差唔多啦。咁下集翻嚟我就会睇下攻略去点样过呢个道馆啦，系完全唔知点行啦而家，系啦，咁我哋下集翻嚟再见啦，系咁先，拜拜。